大家好，我是马龙，印度人。封城的时间又延长了，到17号。我在等我的中国朋友，他们在 OPPO 公司工作的。因为是封城，他们的飞机都已经取消掉好几次。他们来这里拿一些吃的东西，应该是还要等多久都不知道。准备好给他们吃东西啊，给小吃东西。这个是有吃的东西啊，里面有很多好吃的。我要给他们吃的，等一下他们就来了。Hello，看一下，都有，我给我封起来了，我开车来的，开车都有，我法务司机，海关警官罚款，我都没上过一下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他保证去，都已经没有了。啥时候了？过年时候买回来的，就只有少部分过期了，可能你买的时候没看清楚。对啊，就是我弟弟买的嘛。啊，这么小？哦。小的不要吗？6毫米的，啊，这个熟，这个肯定要熟了。我操，上两天我问的，他告诉我没有。你们几个人啊？4人。现在行业的大地主了，就是兄弟。我这边买很多水果，就这样。我们这里只有肉啊，都可以。那我送给你们。哎，我太不好意思了，谢谢。他们很开心啊！这一次就到这，下一次见。我是马努，拜拜，关注我。